都是为了一副灵棒，为了他，哪怕血流成河，你也不愿意让他投入别人的怀抱。是又怎么样？你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那你还想杀我灭口吗？若明日的婚礼没了新娘，你猜，你的计划还能不能顺利的进行？ 那你也不必如此轻贱自己，魏霜。我跟雪家虽然不睦，但是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。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人，你要是肯帮我的话，皇后这个名分……我要的不是皇后这个虚名，我喜欢的是你，要的也是你。不过我也知道。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所以，我们不如做个交易。疯人残暴，从来都只把哥哥当做一颗棋子。明日我一定有把握劝服哥哥，让他倒戈，对付疯人。只要有雪家的帮助。 明日，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。而今晚，我要得到我想要的。你想做真正的羽皇，而我只想做一夜的皇后。听起来，这个交易倒是我占了莫大的便宜。 那你还等什么？只是我不喜欢被人威胁，更看不上主动脱衣服的女人。你要是愿意在这儿待着，就自己待着。站住！若是没有雪家的倒戈，你明日一定会一败涂地。可你要不能保证哥哥当上国舅，他又如何会帮你？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该知道。 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？但一个肯向权位低头的男人，还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。 参见王爷，雪大人。过了今日便是一家人了，还讲究这些虚礼干什么？看来雪大人并没有因为令妹的婚事而动摇决心。那是自然，一切准备就绪。 只待王爷一声令下，那本王就放心了。届时我置卑为号，一切但凭王爷安排。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不急，该来的总会来。 参见王爷。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日子，恭喜郡主。谢王爷。雪大人好像比你还要高兴。<笑>是啊，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陛下。
我真是三生有幸能娶到这么美丽的皇后。天下间最幸福的事难道不是求人得人吗？哼，都准备好了？这文武百官都已经在天和坛恭候陛下了。请陛下为皇后戴上花冠。花冠一戴上，立刻动手。等一等，本王有话要讲。拿酒来。今日有幸为陛下主持大婚，是我封人的荣耀。这些年来，我每每谦恭自省，如履薄冰，生怕哪个决断有失，还给陛下的江山有所缺憾，会愧对九泉之下的皇兄。这第一杯是敬皇兄的。臣弟今日算是功德圆满了。皇叔这话什么意思？陛下还不明白吗？过了今日，本王便要卸下这摄政王的重担，从此过逍遥快活的日子去了。皇叔治国有方，而侄儿至今尚未举办展翼礼，还政一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是啊，这良辰吉日可不能错过。王爷，咱们还是快点举行婚礼吧。不急，这第二杯是敬雪大人的。不知王爷为何要敬微臣？雪大人，你我一殿微臣，两朝尽忠，求的不过是史书上的千秋一笔。大人，可知自己的两功一过吗？微臣愿闻其详。我南雨都能有今日的繁荣鼎盛，全仰仗雪大人这样忠心耿耿的功苦之臣来执掌大局。这第一功，自然是辅佐社稷之功。王爷言重了，本王应当敬你。多谢王爷。刚才那杯是敬雪大人，这一杯是敬雪国舅。若非你家风卓越，皇后德才兼备，知书达理，怎得陛下亲自请婚？雪家有女为皇族开枝散叶，当真是不输第一剑的大功。王爷，今后雪家定当上下一心，为王爷效忠。给陛下和新皇后也斟上吧。皇叔刚刚说雪大人有两功一过，不知这一过是？不如干了这杯再说也不迟。来，我封人等这一日已经很久了，至于雪大人的过吗？我这一过就是忍着小儿忍太久了。王爷登基才是人心所向，弑君的罪名我来背。来人，在。封天意，交出你的玉玺和第三块火符。雪里，你当众谋反，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掉的。哥哥，你答应我的事呢？给我让开！说好要帮天意的，把郡主带下去，走。哥哥，哥哥，动手！
你以为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就敢跟你斗吗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从今以后是堂堂正正的做个人，还是继续做雪里的狗？要不是你平日里欺横霸道，也不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天意，你也骗我！小儿，你该不会认为如此雕虫小技就能伤到我的筋骨吧？敢问你该如何对付我宫外的三支禁军？不急，本王还有个礼物要给。王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能让你伤害他。王爷，王爷，很好，我算到了一切，却漏了你。大胆刺客！不令你让，这危险！我不走。金羽令在此，全体禁军听令，合力围杀雪氏一族。锋刃，我竟着了你们叔侄的道！你个逆贼！今日我就替皇叔把刚刚没有说完的话说完。你欺君擅权，紊乱国政，上位遗诏，下虐生民，此一过，以掩盖所有过往之功。皇帝轮流坐，今天也该换换。等我的三支禁军一杀到，这南雨都就是我雪家的天下。你的重兵都安排在天河坛了吧？王爷早有安排。报！禀玉皇，天河坛的叛军已全部拿下，隶属雪氏的三支禁军已宣布投降。这才是你真正的计划，冯仁，你欺我太甚了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天意，我求求你，看在你我的情分上，
放过我哥哥！飞霜，你让开！薛凛罪已至死。自古成王败寇。我薛家岂能受你这小儿之辱？飞霜，你是我们薛家的女儿，哥哥绝不能让你委身弑敌。你就随哥哥一起去吧。你，本王说过，以至卑为好。既是雪莲，又为何做出之前种种？王爷说，雪氏树大根深，是南雨都的毒瘤，要将之彻底拔除，必须想个万全之策。而毁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先将其推上高位，再让他狠狠地摔下来。可是连王爷都没有想到，雪莲竟然胆大到对您动了杀心。事发之后，他立刻派出飞车去接您，但是没想到杜公子已经不幸殒命，为杜公子的事，王爷自责了许久。陛下，你可知道王爷为什么不愿意借四位大臣之力惩治雪岭吗？明白了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皇叔是知道，就算彼时除掉了雪岭，也不能根除雪氏的势力。是我太鲁莽了。陛下为杜公子的事伤心难过，其实王爷都看在眼里。此后，王爷加紧了动作，阻挠杜公子的明空葬礼，纵容雪岭多次羞辱陛下。这一切都让雪岭变本加厉，愈加猖狂，而越猖狂的人，就越容易露出破绽。王爷没想到的是，易姑娘会以风筝破局。她原本想的是，等大功告成之日，给杜公子举办一场盛大的明空葬礼。雪莲，来日我一定要让你十倍奉还。至于金羽令，想偷金羽令的并不是王爷，而是雪莲。王爷的眼线得知此事之后，只好将计就计，借还工人之名将金羽令取走。易姑娘，可还记得王爷扮作琴师去清信堂弹琴一事？我记得呢。他一定是早就知道我会求他还金羽令，所以他想借我的手把金羽令还给天意。嗯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雪飞霜从中作梗，此事只好作罢。王爷与陛下在大庭广众下大打出手，而此时雪岭谋反之心已至。王爷说，一个人疯狂到了顶峰，只需要轻轻一推，便可叫他粉身碎骨。王爷等了多少年，才等到雪岭当众喊出要陛下交出玉玺那句话来。可惜，我真是天底下最傻最傻的大傻瓜。如果皇叔出什么事的话，我把我这条命抵给他。陛下，您千万不可以这么想。王爷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摘取毒瘤之后，将一片清明江山还之于陛下。王爷早就料到，他这些年来和雪岭沆瀣一气，天下人
早就将他当作乱臣贼子，终有一天会死在忠臣义士之手，但死得其所，何足惧之。王爷常说，只要行的是正义凛然之事，就不必事事都做出正义凛然的样子来。怎么样了，陛下？王爷吉人天相，已度过最危险的时期，他是否能够醒来，还得看造化。哎，启禀陛下，于公子和岳公子已经在议政厅聚齐了六部十二司的所有大人们，如何清理雪士余孽，还请陛下定夺。我现在不想理这些事，让他们给我散了。陛下，王爷苦心孤诣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您当上南御都的一代明君。您要是现在打退堂鼓，岂不是辜负了王爷？雪士余党一日不清，南御都一刻不宁。陛下，政务要紧。裴侍卫，皇叔就交给你跟福陵了，他要是有什么事情立刻通知我。是。郡主，你听到了吗？什么？你听，有人在哭。雪家上下几百口人，今夜都成了新鬼。你听，你听啊！郡主，郡主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算什么郡主？陛下特意交代了，郡主暴心有功，不同于雪氏的其他罪人。虽然雪府已经不在了，但郡主依然是昔日的飞霜郡主，吃穿用度亦照比从前。照比从前？昔日的飞霜郡主吃穿用度还需要别人交代吗？哥哥，你说的对。有雪家，我是郡主；没有雪家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郡主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雪岭他毕竟是大逆之臣。大逆之臣！好一个大逆之臣！哥哥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如果你肯听我的，站在天意这一边，又怎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？封天一呢？封天一在哪里？他为什么不来看我？陛下，他政务繁忙，而且摄政王又身负重伤了。我就知道，他心里从来没有我。就算我付出了一切，又换来了什么？我雪飞霜生于高门，先皇没有公主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南雨都最受宠的女人。我一直以为我会幸福一辈子，可这原来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他们都骗我，都骗我！不是的，飞霜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还有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原本已经答应陛下了。我要将这件事藏在心里一辈子，
但是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要是不喜欢这梁远君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走，我们去外面做一对快活的夫妻好不好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同你做夫妻？难道说那天晚上，那天晚上而我只想做一夜的皇后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。飞霜，天意，只要过了明日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。更何况，更何况什么？更何况，我对飞霜郡主是真心的。今晚的事，我一定会对她负责。请主上，恩主永照顾她一生。昨天晚上就应该杀了。主上，我对飞霜郡主是真心的。昨晚主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值得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如今尘埃已定，丛林只求一死，来洗清满身的罪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今天不杀你，不代表我就原谅了你。主上，从今天开始，主上，我们不再是兄弟。主上，你要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当作一个秘密，烂在肚子里。飞霜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们相家一样是贵族，你要是跟了我，我保证我一辈子都会疼你，爱你一辈子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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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霜，飞霜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滚！飞霜，飞霜，不要！